今天开箱这个。啊，什么蛋？好。那就打开了。打开啊。看看里面是什么？龙。里面应该是大碗了。好，把袋子打开就知道了。是霸王龙。真的是霸王龙吗？嗯。打得开吗？我帮你，帮你好不好？这里有胶带。我帮你啊，帮你。来，爸爸看，哇，好可爱的霸王龙哦，弟弟，恭喜你获得了一只超可爱霸王龙。恭喜恭喜啊！喜欢吗？我可以摸摸看吗？我看看它怎么材质的。哇，天哪，好舒服哦！它摸起来好舒服哦，好好收好哦，好不好？哦，不要乱丢了。对啊。